先天有神，神与道同，水也是大道之一，故天地初开时也有一神明自水中大道中孕育而出，他就是水神共工。水神共工人面蛇身，有红色的头发，虽掌控万水，却没有学到水的包容，性情十分暴躁。共工乃先天而生的水神，是最古老的、最正宗的万水之神，天生便掌控着万水之力，极其强大。众先天神明之中，没有几个可以胜他，所以他的性情愈发高傲，常喜欢卷起滔天洪水，导致生灵涂炭。火神祝融不忍看生灵受苦，便出手阻止共工。水火二神大战无尽岁月，最终火神于不周山下险胜水神一筹，水神共工无法接受失败，便怒撞不周山。不周山断，天地倾为，无尽生灵因此陨落，而共工也因众生业力而亡。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地球旅馆，我是 Lanster。 今天我们来聊聊你我都不能缺少的水。宇宙万物起源于水，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这样认为，水是世界的本源，没有水就没有万物。他是古希腊第一个提出什么是万物本源这个哲学问题的人。当时的他认为啊，大地就飘在水上。我们知道地球表面有 71% 的面积是被水覆盖着的，而人体的构成成分中也是有 70% 是水。佛教认为构成物质世界的基本元素是四大，而四大分别是指地、水、风、火，里面就有水。还有中国阴阳家的五行学说认为世界是由金、木、水、火、土演化而来的，都有水在其中。圣贤老子也说过，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基于道。水作为万物的本源，其实它还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奥秘，绝对会颠覆我们以往对水的认识。大家还记得那部动画电影《冰雪奇缘2》吗？ Water has memory， 水是有记忆的。这是电影前半部分雪宝 Olaf 说的一句话，这句话呢贯穿了整部电影，成为了一切的关键。这句话串联着过去与现在，提醒着 Elsa 提取水的记忆，还原他们想要的真相，最终解开了魔法森林的魔咒。而说到水有记忆啊，实际上科学家也发现了水还真的具有记忆功能。2011年，德国有一个斯图加特航天科技的研究人员开展了对水的研究。他们研究水滴结构时啊，发现了一个奇妙的现象，就是每一滴水的内部都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图案世界，每一滴水的图案都是独一无二的，令人惊叹。那为什么每一滴水的图案都互不相同，形态各异呢？科学家们的解释是说，因为每一滴水啊各自带的信息不同，水像人一样，它会记住它经历过的事物，记住这些事物的形象。就此他们做了一种简单的实验，首先他们把一朵花放到一杯水中，不久后将花取出，结果他们发现啊，这杯水的每一滴水都显现出了这朵花的图案。如果拿另一种花做实验，结果也是一样。例如用美洲的石竹花做实验，这杯水显现的图案就是美洲石竹花的样子，也就是说水会截取这个花的信息并将它记起来。这让我想到了一些民间的习俗，为了让人去除霉运怎么办呢？买一些鲜花柚子叶放在洗澡盆中洗澡，不知道是不是也有这层机理在其中哈。早在1988年，法国的一个科学家贾科斯·宾文尼斯特就已经开展了对水的研究。他研究水的记忆理论，然后呢他发表了自己的研究发现，但是啊当时就不被接受，被学术界群起而攻之，还剥夺了他的研究权利。但是这方面的研究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发展。自1994年起，日本的 IHM 研究所的江本胜博士也做了相关的研究。江本胜一直有志于进一步找到这方面的更多的更有说服力的证据，但是其实科学家在很早前就发现了历史上世界各地异兆例的出现过的雪花，没有两例的图案是完全一样的。江本胜忽然想到了雪花结晶独一无二的原理，于是呢，他就开始用相当精密的高度显微镜来观察不同来源的水所结出来的冰粒，它们的晶状图案里有什么区别，而且还开始了在冷室中以高速摄影的方式来拍摄和观察水结晶。没想到得到了惊人的发现，
顺便说一下，水结晶呢，就是固体冰在温度上升融化成水的几十秒的时间内形成的自然现象。最初研究员的观察中发现，城市中的自来水几乎无法形成结晶，而只要是天然的水，无论出自何处，它们所展现的结晶啊，都异常的美丽。这些都是世界各地不同的水源的结晶，大家看是不是都很漂亮呢？而城市的自来水拍出的结晶就长成这样了。这些自来水啊，是无法形成结晶的。那看到这里，大家是不是有点想搬到能够更接近大自然的地方去生活了呢？说一下，还有各种不同的实验，研究小组还邀请了一些小学生对不同的瓶装的水讲话，结果惊人的发现，水居然还能听得懂话里的意思，并用不同的结晶表达出来。当水听到“好可爱哦”，结晶体纷纷呈现出可爱的图案形状；当听到“王八蛋”时，呈现出一片灰暗浑浊，无法结晶。听过一次“你好漂亮哦”的水，结晶非常的精美。当水不断地听到你好漂亮的时候，那结晶呢更加的均匀完整。这里建议广大的男性同胞多夸自己的女朋友啊，女人是水做的嘛。研究小组还发现，水竟然能读得懂人的文字。他们把同样的水装入不同的瓶子里，然后在纸上写上不同的字，将字面朝内贴在瓶身上，让水可以阅读这些文字。结果显示，在瓶子上贴上谢谢字眼的水结晶呈现出美丽的六角形，混蛋字眼使水的结晶混沌散乱。看到用多国文字写谢谢这句话的水，竟然呈现出不同的结晶，全都晶莹剔透，匀称动人。但是用不同的语言文字写的混账啊、蠢蛋之类的骂人的话，却令水无法结晶。其中火冒三丈宰了你那句话，水看了之后呢，呈现出了一个小孩被人欺负的影像。而水看了日英德文的智慧一词后啊，结晶端正中空成六角形状。看了天使一词，水呈现一个小结晶的美丽光环。而恶魔一词让水结晶的中心部分呈现黑色的凸起状，感觉充满了攻击性。通过以上的这些实验和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人的意念确实可以影响水分子的结晶。说到人的意念和能量能够影响万物，我们在早期的零极限的视频里也提到过，我们人的意念确实可以解决人际关系、疾病和消灾解难。我们的每一念对周围的人和事物都有很大的影响。我们都知道云是由水构成的，而且呢，它和水蒸气很像，所以很容易看到表象的变化。这里呢，带大家玩一个小游戏，叫消云游戏。这是一个用意念影响外在的实验游戏，是姜本胜的著作《生命的答案：水之道》这本书里的，很有趣。这个消云游戏有几个步骤，首先就是我们要有心理准备，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必须深信不疑，相信云一定会消失。这里要注意，心理状态不要太用力，这是一个逆向思维。如果太用力的话呢，恐怕会因为冲过头了而无法适度的传达能量。做好了以上准备之后，我们就可以在脑子里想象，我们从心里向云端投射出肉眼看不见的镭射光。记得要让能量完全对着你的目标，也就是那朵你想让它消失的云。然后对着云说，云不见了。同时呢，对着你的能量说，谢谢你了。只要照着这几个顺序，云就会慢慢变淡，在几分钟之内消失不见。大家试了之后，别忘了把结果写在留言区哈，看看有多少人成功了。我们知道，在传统的神传文化中，仓颉造了文字，有了文字，我们就有了沟通的书面语言，历史文化也得以承传延续。那关于水的字到底有哪些呢？我们简单说一下，水流的源头叫泉，石壁上飞溅的山泉叫水，由山泉汇成的水叫涧，山涧在地面上汇成的清流叫溪，众多的小溪汇成的水流叫川，众多的川流汇成的大川叫河，最大的河叫江，这一切都离不开水。而水这个字又为什么是这样造的呢？给大家看一张图，你可能就明白了。这是拍摄水结晶时，结晶水变成液态水前的一瞬间，是不是呈现出了水的这个汉字的形状？所以很多事情啊，都是有其妙理存在呀。老祖宗的智慧还是博大精深的。宇宙的万事万物都跟水有关，也依序着法则。而法这个字跟水也有关，我们来看看法这个字。法是由水和去组成的，展开来说，水流的去向也可以代表事物的演变发展的趋势，就像潮流、洪流等这些词汇，其中也表达了不可逆转的必然，这其中无不体现出法则的作用。
而水和时间也息息相关。时间在世间是一去不复返的，是不停地流逝着的，而河流也就成为了时间古老的象征。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说过，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意思是说，人只要往河流里一伸脚，那先前的水早已流去了，脚下的水已经不是原来的水了。我们前面提到的，水可以记住它经历的一切事物，这完全是生命本身所具备的特性之一了。那人做过的一切事情，是不是也会被记取下来呢？就像水的特性一样，成为一种记忆给积存着呢？古老的佛家学说认为，生命所做过的一切都以德和业两种形式积累下来，并将伴随着生命的始终。人做好事会积累德，做坏事将积累业。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也有积德缺德的说法，如《周易·坤文言》中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也就是说，积德行善可以福泽后代，而积业行恶将祸延子孙。这些古老的学说啊，过去成为民众深信不疑的真理，作为民族、家庭和个人的立足的根本。近代西方科学兴起之后呢，其中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和科学仪器却看不到生命体中的德和业的存在，从而否定和攻击，这对人类的信仰和道德起到了一定的败坏作用。现在科学家用科学的实验方法证明了水具有神奇的记忆功能，甚至能够听得懂人类的语言，读得懂人类的文字，这在一定程度上对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与业具有一定的提示作用。好，喜欢我们的话就请按赞分享，也请大家订阅我们，还记得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期再见。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地球旅馆，我是 Lester。